车上两名少年满身烂泥，一个还躺在担架上，因为雷残全身多处擦伤，痛到受不了，表情痛苦。大半夜两人无照驾驶骑车骑到雷残，明明未成年，还骗救护人员说两人都已经20岁。机车卡在田沟里，一旁还有鲜红血迹，机车车壳毁损，安全帽也解体，一旁还有少年的拖鞋。27号凌晨3点多，两名邻居少年骑车出游，经过新北市中和圆山路这处弯道时，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，滑向路边，冲进一旁田沟至少3公尺远。两人在田沟滚了满身烂泥，警消获报赶到现场，将两人及时救出来。受伤的两名少年被紧急送医治疗，警方事后到医院做笔录了解，才知道两人根本未成年，少年摔车累残，还有吃上无照驾驶罚单，得不偿失。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。